大家好，我是小雷哥。最近在日本举办的奥运会中发生了许多非常奇葩的事。中国代表团这次的奥运之旅并不顺利，而且在体操、乒乓球、水球等比赛中，日本队的各种犯规行为也引来了全国人民的吐槽。除了体育，其实王者荣耀也被列入了电竞项目。奥运健儿们不但热爱自己的体育，平时也会打打王者荣耀来消磨时间，比如跳水运动员全红婵、击剑冠军孙一文等等。而前些日子水球选手陈笑更是直接留言给孟磊，表示孟老师好想要你的签名照，甚至要拿奥运会吉祥物来换，同时追捧孟老师，电竞世界我只服你。不得不说，这波将孟老师捧的让其他电竞选手酸到家了吧，这画面感实在太强。随即孟老师非常豪爽的就答应了，回复到为国出战太牛了，签名照周边整一套，什么时候还可以来一局。孟老师不但要给签名照，还送上了周边，如果能打上一局那是再好不过了，相信粉丝们非常期待。其实对于孟老师来说，跟明星和体育家人一起打游戏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了，台面上可谓碾压一众职业和主播，不得不佩服。对此，小伙伴们看过孟老师和谁打过游戏呢？